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咱这个系列讲你爱吼，掀开这个怀疑的陷阱。因为有当你会感觉我怀疑真有道理啦，其实这个怀疑对你造成足大的伤害，你拢唔知。好，唔妨咱前几集啊，你若有认真在看，你若有认真在思考的时阵，你应该听得清楚啊。哦，所以咱之前要来讲的，就是讲帮助你。你若真正感觉讲，你嘛知影怀疑无好，啊，你无法度赢过，咱直接来探讨，变哪赢过。好，咱已经前几集已经讨论过啊，讨论过真侪，讨论过讲怀疑对咱人带来痛苦。咱就把它肯定讲，咱人的怀疑其实是好。哇，你们讲怀疑无好，怀疑是好，这叫做怀疑的意义。好、哦，但是咱前几集咱来讨论啊，现在为人那也怀疑了过头。哦，现在为人疑神疑鬼，足多疑，连一般无应该怀疑，伊也怀疑。啊呢，像我咧讲，讲你呐结婚啊，两个人都已经酒抓过啊，两个人已经山明海誓，你都卖个怀疑，但是也个怀疑。啊，人家保证讲你用心，我真正爱你，伊嘛是也个怀疑。那这款的人足辛苦，所以咱自己要来谈的，那系安尼啦，哦，那系变安尼，你变来赢过，唔通够再安尼落去啊？安尼真正你也足痛苦。但是有人讲我无法度，哦，现在一个人的怀疑，这可能是过去有捌受伤的经验，可能是家族的因素，要么可能是细汉的时阵，自妈妈巴肚底开始，伊有受到影响，所以怀疑。安尼咱即马要来谈，好啦，原因卖阁讲啊，怎么办？安尼即马要安怎？即马可比讲，你来讲老三，吼、哦，你咧讲的吼，我体会足深，因为我受害者，因为我某都是足够怀疑的人。啊！是讲有人讲吼，阮翁是足够怀疑的人。借问，安尼头先我借问你有啥建议？拄到这种人的时阵，我要安怎？我要来赢过哦。咱分做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角度就是讲，如果呐你身躯边有这种人，你免哪该帮忙，你免哪该生活做伙，因遐足痛苦哦。第二，万一那是你家己有这个镜头，你要安怎？咱今谈足实际问题啦。哦，你若有这款镜头的人，还是你知影讲你的身躯边有人有种情形，这集你得认真听，因为这我知影足侪人的痛苦，这种痛苦是比死较艰苦，这种痛苦比破病较艰苦，因为破病有药医哦。哦，你若讲中医袂使，找西医，西医袂使，你家己叫找偏方啊。哦，找这个组团避风安尼啦，民间疗法、民俗疗法啦。但是呐，一个人吼真多疑吼，这无药通医啦，你去食维他命也无够做啊。哦，你讲你食人参嘛，无法做啦。哦，我冬季青季迄种无效啦，这手术哦，完了无效啦，足可怜。要安怎？来，首先我来讲，你若朋友、亲人、领导有人是安尼，你要安怎？咱简单讲，一个人伊会足多疑，基本上都是无安全感，一定是安。伊对你无安全感，伊会怀疑你，伊对你就是无安全感。哦、所以上面当然用信用来讲，咱若要根本治疗，这个人爱自我重整，这个人爱去登去个上帝面头前，可能要足长的时间，也经过心理的辅导、教务的辅导，为伊来祈祷，帮助伊对这个捆绑的中间会通出来。哦，当然这是一个方式，但是咱即马先要来讲的，因为迄是慢慢调身体啦，但是咱即马来讲一个讲。那有这个情形，急性要怎处理啦？这么的起笑啊啦，搁你怀疑我啦，啊，搁你讲我安怎安怎，啊，咱一般人就是啦，防怀疑的人一定不舒服嘛，我都无嘛，哦，那若无防怀疑，是毋足生气的，啊，那若有向怀疑，是毋是用掠着，掠着是毋是见笑当生气，所以是毋是两行拢会生气，一定是安尼嘛，哦，所以讲，我现在我伫节目中，我常常强调，你莫去讲怀疑。因为你怀疑无好结果嘛，因为伊若无做这个代志，你甲怀疑，你就冤枉着伊啊，一定足委屈、足生气的嘛。啊，伊若有做，你讲伊都是有做，所以我怀疑，你有本事，你就提证据。你用这种怀疑的，等于是伊叫你抓到，但是伊抓到你阁无证据，伊安那见笑当生气。除非讲你真正证据提出来，伊才哑口无言。警方咧办案就是安尼啊。有一摆我看咧新闻外好笑呢，迄只阿公哦，唔知咧送啥货呢？讲骑一台新的卡拉车去共偷摕偷摊一台旧的卡拉车，那么笑死人！这唔知是老年痴呆症还是安怎，那唔知。讲骑一台好的卡拉车哦，骑起来尔停在路边，
啊去硬偷看一台旧的卡拉车，落尾人报警去甲你啊，迄俩讲讲我无，你后白讲，搁咧生气呢，你卖冤枉我，伊唔承认，然后那个怀疑，伊会生气，啊警方落尾讲阿伯唔通安尼啊，你坐咧，我放录影带你看，靠录影带，阿伯唔知，迄边啊吼，李长伯啊有装这个吼监视器，哦，迄拢录起来啊，落尾人警方放互伊看。啊，说阿伯啊，歹势啦，我都吼，即承认。好、哦，我意思是讲，你若要怀疑，你要有证据，安尼你直接迄也无叫做怀疑啊啦，迄叫做吼人赃俱获，指证立立啦，迄叫做证明啊啦。怀疑就是你感觉敢那是伊，你买单讲我真确定是，但是我都提不出一个物证人证。那安尼你敢怀疑吼，一定会生气，因为咱人的本领啦，人性就是好人嘛，唔是我，我唔是听你讲的，无你要别想诶。所以吼、哦，一个人咧好人的时阵，伊嘛会生气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啊，讲咱人就是安尼。我真正我咧讲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是讲足实际哦。今仔日我无做，伊怀疑我，我嘛会生气。啊，我有做，但是伊无证据，伊跟他讲，我都感觉你有，那是阿王抓到啦，被你抓到了吼，那嘛唔甘愿，那嘛是会生气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种情形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讲，这是咱的本性，但是咱要来去克服，安怎克服呢？就是当你老公，比如讲你无做，伊甲你怀疑，哦，你让你某个讲你又怎么样了？那家己修养爱好，哦，你也一个观念，我无做，我来听你讲伊啊。但是咱人通常不是，我无做，你讲我有做，咱会生气，啊，生气就输啊。咱生气的动作，我何里有我抓到啊？冤枉，哦，所以呢？无，咱就较定睛咧，吼、哦，咱就讲情绪小控制，讲啊，你莫安尼想啦，你较会安尼想，咱来探讨原因。你现在来讲安尼，有啥物所在我会当改善的无？是不是我对你不够好？啊，无我请你去食饭，还是我抓你出来佚佗，还是我要带你去买衫？吼、哦，为什么你来感觉我甲别人安怎？我都足爱你的，你来去怀疑我甲别人，你也像医生安尼？该当作病人，吼、哦！该当作病人，你即马像家己当作医生安尼，讲啊，你来甲我讲安尼，我都明明无啊，吼、哦！因为你若家己心态来调整吼，你就袂生气啊。因为医生袂对病人生气啊。你讲有哦，我看医生，医生足歹哦，迄例外啦，迄医生哦，家己可能心情歹啦。啊，无正常监控之下，要病到死嘛，恁头个代志，我咧生气啥货？对无？你来看病，我有钱通赚就好啊。迄对于讲，迄医生正经足好心。哦，足关心你，所以讲很生气，你怎么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？吼、哦，安尼可能是想要甲你拍翻，他想要追求你啦，吼、哦。讲笑啦，我意思就是讲，通常医生袂对你生气嘛，哦，因为你的身体你的代志啊。医生若要对每一个病人拢生气，是吧？医生我做无两个月就甲你更一症啊，哦，医生真罕只对病人生气啦，哦，所以你若家己的当时讲，即摆是病人，我是医生，我想你就较袂生气，哦。你个试看卖啦，有效无效你先甲试嘛，无效咱个试看嘛，啊先试看卖。伊若果伫遐咧起笑，可能甲你多疑怀疑的时阵，你当作会病人，哦，因为你都无做嘛，啊无做，咱好好甲伊讲，我咱来了解讲你先安来安尼想，哦，啊咱换一个角度讲，伊可能伊无安全感，啊伊安全感要对对来，都对咱遮来啊，啊无伊他都伊他无甲咱猜忌，就代表讲哦，他很在乎我嘛，哦，就代表讲你伫伊心目中真重要嘛。哦，所以你就是一个责任爱甲治疗嘛。当然，我强调这治标无治本啦。治本我讲过，治本要长个时间。哦，一个人你讲我即马头痛，吃一个普拿疼，哦，这可以。但是你讲要我以后拢卖痛，我咧调身体啊咯，迄个较复杂啊。哦，迄个对咱的生活习惯，对咱的饮食的习惯，咱来开始慢慢啊调，慢慢调整咱整个体质，调整会过来。哦，安尼这问题有解决。迄就较长啊啦，但是咱即马头壳听这个问题也算解决啦。所以呐，拄啊即马吼，恁两也是恁某，也是某一个人，有当也是恁老爸老母呢。哦，有当伊唔知什么原因吼，足够多疑的啦。啊，我当妈咧讲的时候，咱就不耐烦啊，足烦的你过来啊，吼、哦，这样呢对代志拢无帮助，愈误愈害。下厝伊呐过来的时候，你也家己想讲，哎，佮发病，伊佮发作啊。我即马是医生，我要紧甲帮忙，吼、哦。先卖讲，你当时才会改变啊！你种话你卖讲啊，因为这种想完了，这以后的代志啊，你先赶紧，即马人急急嘛，你先赶紧现场，你先处理一下，哦，你先冷静，
哦，讲我即马是医生，我卖甲病人生气，你就甲问甲问诊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即马是安怎？哎、欸，你看安尼想，吼、哦，啊过来甲保证，医生就是安，医生讲你安尼，吼、哦，病人上惊啥？医生讲这我无道理去找其他医生，吼、哦，迄病人就足挫折个呀，病人上爱听啥物事？无论伊个病偌严重，医生也讲你这无问题啦。那我这药啊吼，你吃几贴啊都一定好啦。你至少过一礼拜都自然好啊。咱来听啥物？保证嘛。一个人不安全感，一个人咧破病的时阵，一个人艰苦的时阵，伊要听保证嘛。你唔免保证伊随好，但是你要保证讲会好，我安就好啊。所以当你人你某咧甲你丢啊，你过安怎？你过对人安怎？你出去外面哦，你拢。别人较重要，我拢无重要。点摆重要的时阵吼，你就爱讲啊，我即摆是医生，伊即摆病发作啊，吼、哦，你来甲保证，讲没啦，你都上个重要的呀，你爱互伊一个安全感。就刚才我咧讲，医生也有病人一个安全感，我药啊你食了一定会好，哦，即、就是、一两礼拜就会好，啊，无你即慢慢啊治疗一两个月嘛会好，你要有一个愿望啊，你咪讲我无法度，啊，为安为报就是安尼，来讲你都不爱我，我要甲你讲几遍，啊，我要甲你讲几遍，我不甲你讲啊。我无多，你这个我无多啊！你这款人我无多啦，我无多处理啦。你要不要相信我？随便你啦。无你也无欢喜，无离婚好啊啦。那有哪讲种话啊？你讲这要创啥？你的心态爱像医生，到医生啊，病人讲，你说我无多啦。哦，你家己好登记，下当开始找迄个殡葬社啊。哦，下当开始殡仪馆吼，下当家己去 booking 时间啊。靠，医生讲种话啦，你骗笑哟！世间无医生，就对别人讲种话嘛。医生啊，别人讲我说无法度，你找其他医生啦。哦，我无法度啦。哦，你也准备手术啊啦。安，靠这种人。啊，但是你先啊，你甲恁某、甲恁翁、甲你迄个很无助，即马就是足无安全感，即马在食醋，即马在怀疑的人，你甲讲我无法度啦。你甲你想办法啦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啦。你唔相信我，你叫我要安怎？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也是没办法啦。你讲种话就跟他。医生叫别人去死，赶快你死啊！人伊会来甲你求助，就是讲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在一起？我没有啊！我那个他妈的辩解讲，一直辩讲无，你安尼唔对去啊！你安尼完全就惊唔到路线去啊！即阵你也扮医生，哦，你讲哦，啊，你也安尼想，哦，你也置身事外，家己爱跳出来，跳出另外一个角色，好好处理这个问题。你得解解释，迄个刚才一个医生甲病人解释讲，你这个病安尼唔是我害的。啊、这公司是要创啥货啦，对不？人也不是讲叫你爱安怎啦，人即嘛是讲看你哪个治好好不？你今日解释讲这个病不是我害哦，这你家己食歹巴肚哦，我是无煮物件给你吃哦。你这公你公司要创啥？无路用嘛。所以你甲恁太太甲恁娘讲，这我巴肚啦，我都无做种代志，你甲解释无甲做啦。啊，你敢听有？哦，问题来就是要解决嘛。你就甲讲。啊，我是很爱你的老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？哦，你讲呢，我足艰苦心的，我感觉讲，我足听你的，你安尼讲，我实在很难过。好、哦，伊马上就讲，啊，老公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这两三句啊，就解决啦，他妈的不服干两三天无讲话，想慢慢啊，想办法啦。哦，好啦，休困等下了，咱继续过来吧。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今天人生金融来圣经讲的很简单的，爱相存信心，爱、哦、有信心，你爱对这个病人病好你要有信心，所以当你哪身边有人在你跟你怀疑，无论是你阿婆之间也好，同事也好，都是有人质疑你，是你包括会友来你怀疑牧师、哦、牧师你按你来讲种话在跟你质疑的时候，咱真正爱对自己有信心，你若无做种代志，你不要暴跳如雷。有人唔是，吼、哦，人甲你问，哎，牧师，我听讲你讲安尼，我靠，讲种话，乱来，我无输人，我会讲种话，无、啊、必要啦。吼、哦，会记哩，我今日教这步是足好用诶。哦，你家己爱调整，哦，即卖人会来甲我质问，就是伊唔知听到啥话啊。咱即卖是做医生甲伊诊断，你去对听来，你还甲你讲安尼咧，我讲你唔对啦。哦，咱若家己会用啊，足冷静，啊，爱信心。哦，对家己的能力有信心，这个代志我会当处理。对别人的情绪，咱有信心，哦，这病会好。你这问题会解决尽，吼、哦，咱唔免大细声，你唔免伫遐足烦恼，哦，足担心挂虑，压力真大，卖紧张，吼、哦，
放轻松，这会解决起。你要有信心嘛，要生存信心嘛。对着别人的怀疑，别人给咱质疑的时阵，你若感受到怀疑对你造成伤害的时阵，你也知影要安怎来面对啊。哦，所以甲这种人，你也该安抚伊的情绪。哦，啊，我拄仔咧讲是讲咱无做防冤枉，对不？那恁今仔咧讲另外一个，你有做向杀掉，但是人无证据。哦，这个代志是安尼啦。基本上当然咱有做爱承认嘛。哦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个较困难。我想人性吼，真少人讲从掠到时会承认。你若会承认的时阵，我甲你拍拍手，安、啊、你真正搞，真正搞，敢做敢当，安尼像咧下边咧当免听。我想要讲个啥人听？讲这个敢做唔敢当个来听。吼，咱讲足实情，我实在是当然无赞成嘛吼。但是到这个情形会拄到，有当时咱就是无迄个胆量来承认。啊，要安怎？你莫恼羞成怒，你就是有作用杀掉，你也卖底下见笑当生气，迄无卡做，迄你。更加紧防抓到，你还冷静。但是现在你没资格做医生啊，因为人是说你自己没做、哦啊、人给你误会你委屈、啊、你就说这样我是一个医生、哦、这样我是不要给你处理。但是你如果有做你就没资格说这样我是医生要给你治疗、啊、你就自己都有病，你还在说别人，那就是有做了嘛、哦、所以这时候我给你教、哦、有做的方法啦、哦、你要动作自己一个危机处理的谈判专家，吼、哦，危机处理的谈判专家，什么叫做谈判专家？吼、哦，在美国，因有当啊恐怖分子，伊会挟持人质，比如讲，伊去坐巴士，提一支枪，吼、哦，叫迄司机门关起来，规巴士的人拢互伊控制，哎，然后伊要甲警方要谈判，有的人抢银行，叫人银行门关起来，银行内底人伊拢控制，这通常唔是一个，这通常一定。啊！甲警方要求唔知要偌济钱，还是要唔知要求啥物条件？这个时候危机处理，警方就派出一个谈判专家，都要去甲这个恐怖分子爱甲伊谈判。好、哦，来，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，如果咱若家己做唔到代志啊，咱是爱有做，啊，咱即马用力啊，对吧？即马危机爱处理啊，啊，你啊家己遐出面来谈判，要安怎？头一个是情况，你唔通生气，生气无卡做。咱有做，咱家己爱检讨，啊，咱这个有做，过来这个代志要哪处理，咱才过来想。但是当场的时阵，哦，你既然有做啊，你一个原则，咱有做对不？那么伤害到别人啊，哦，慢慢去伤害伊啊。所以爱承认，但是你要看用什么方式来承认。有这种人，红脸对吧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我就是有婚外情啦。你想怎样啊？你好，当你离婚啊，离婚啊，看囝上要饲啊。哇，你实在是我感觉很烂呢，哦。你就算要离婚嘛，不应该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离婚啊！哦，你咧未爽快嘛，不应该用这个这样无道德的方式啊！哦，你若就算要承认，你嘛爱有一个诚恳。哦，家己知影讲，家己首先你要承认你唔对啦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讲啊，唔对是咱看要安怎处理。咱再个吼，拜托讲看一个第三者，吼、哦，看是牧师啊，什么人？哦，啊你无第三者叫外面找人叫你莫谈判咧，你起笑哦！你叫种第三者来，你出人命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你都要找一个讲比较靠能力处理这款代志的人，哦，来协调，你就承认家己是唔对。但是你莫当场你也破面，也无法做。你当场你硬派，也无法做。你若方你也着家己心内有数啊，东窗事发。我有影，我有做这个代志，但是我唔是安尼懵懵懂懂安尼承认，讲你看那你要怎样嘛，安尼唔对。要承认嘛，都要优雅的承认，哈、哦，袂当个足粗鲁的，所以讲，安尼这个代志要怎处理，咱才过来设法。但是即马急性，马上这个场面咱来处理，哦，你都爱讲，你看安尼想咧，哦，你讲我想你安尼讲，应该是你有听到啥物，哦，你有听到啥物，你叫迄人来甲讲好无？哦，你莫你家己安尼甲讲，你安尼讲我无多甲你讲。好、哦，伊讲你到底有啊无？你到底有啊无？你是不是就是安尼？你讲，你就应是故宫，好、哦、危机处理，危机处理。我即马讲，你敢会相信？我甲你讲无，你敢会相信？我甲你讲有，你敢挡会掉？你讲好、哦，这样就是有了，我知道。你就讲，我即马无多甲你讲，因为我感觉你即马完全已经失去理智啊！你即马就是一直就是认定我有得掉，我安怎讲我就是无好去啊！他说你只要说没有我就相信你嘛。你要说你要跟他说我现在不相信你，
我无法度相信你，因为我感觉你即摆的情绪根本就是来乱的。哦，我无法度伫即个情况之下随便甲你承诺，因为我感觉你即摆我随便甲你应，你也即摆根本就无法度冷静来处理即个情况。哦，所以你就是一直爱回应、回应、回应、回应冷静，冷静了，咱今日毋好处理，因为你即摆已经算出代志啊，互杀掉啊。好、哦，啊！你讲我赶紧暗砍卖好在，我是较无赞成。好、哦，因為你这吼、哦，你这定义是去放我烂就对了。哦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，你今日先处理了，佮再来就是讲啊，安尼我要安怎，想我清楚。啊，那真正那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足多疑的人的时阵，我想也是同款的原则，你要去求证，到底有啊无？唔是用你想的。你要去了解讲，我安尼想是有证据啊无？还是我胡白想的？你要家己来面对。你也来承认讲，我敢那亲像，我有这个习惯，哦。所以你要假设我是错的，你要承认家己的有限，哦。所以这个题目今仔暂时讲到这啦，哦。有任何问题欢迎打电话做个讨论。这部时间到这，后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，因为吼，咱每一个人总是人生这条路，拢有行到尽头的时。但是行到尽头的时阵，你先卖甲讲我要安怎，你先甲讲阮囝要安怎，你先甲讲阮某要安怎。所以我想，咱对着这临终关怀者伊的家属，咱应该好用一寡足具体的建议。所以这条片邀请的是马卡梅来潘美惠牧师，甲大家做来分享。来，请听大家平安。你有什么款的建议？因为你的论文专门就是咧写这吼。要怎麼跟家屬建議的時候，我相信我們想說臨終的患者他要點出比較好，還是要去安寧病房比較好，這是一個考慮，還是他怎麼又普通病房就好，我相信這常常都在家屬馬上就要開始面對，因為假設你如果是被宣判你是一個臨終的患者的時候，他那個痛疼痛迄实在唔是人会用去面对，平常的啦。啊，但是有当时讲，你这种的痛，伫普通病房、伫厝内、家伫安宁病房，迄种的痛的药啊是拢无同。哦。所以你感情的痛，有当时有人讲讲，哇，要搞住毛灰哦，安尼迄袂使，哇，还有耐受性、耐药性，安尼迄袂使。但是事实讲诶，我有常常会对人会来甲我问的时候，我讲，其实迄感情的患者，伊需要有可能已经爱。进一步去，一定爱用麻醉的，因为你袂当我一直听嘛。对，所以有人讲讲，啊，要传，我已经是到伫末期啊，后面啦。啊，伊真正伫普通病房的时候，迄听吼，因为伊的药爱控制，人家搞一寡个共照，就是安宁的医生团队会到伫普通病房。但是迄个照顾，你也甲普通嘛是好差一块。所以会建议因讲讲，啊，无你来到安宁病房。但是你知无？家属第一个，我要等死啊！安尼袂拒绝，拒绝。我嘛，姑阿妈妈。我甲恁分享这拢阮家的故事，是啊，家己上个真实的。这个我来讲，因为阮妈妈伊个听讲呢，真正真假，啊无讲无食草药啊就好啊。啊，过来，迄草药了，止痛药啊，啊伊咱冇贴片，唔过你有一挂贴片，唔是大家人拢会用控制。是。所以我妈妈第一情，我就改建议讲，啊无伫台中啊用个贴片，结果伊转呢大一点点，伊个规个转呢休克。哎，跟你的体质都有关系。了解。所以我妈妈在那个差不多经过要一个月，足痛啊，足艰苦啊。到尾我讲，你要来安宁病房无？结果我妈妈嘛讲，安尼我敢要去遐等死。啊，过来我阿兄弟姊妹，嘛是种看法。伊嘛是跟我讲，敢一定爱去家遐。了解，大家对这个物件有一个负面的观感。我感觉讲吼，咱真正爱搁进一步去了解讲，是到底安宁病房的时阵，伊和咱的提供的是啥物？因为这种你的理念嘛无改变的时阵，我相信你真正对患者是足痛苦。结果你知道我妈妈，伊全呢已经听甲无办法听的时候，阮该骗来。他讲无紧，你来和医生看了吼，啊你人家随顿啊。结果迄日。啊，阮就请阮病院医生问诊了后，就马上转院。结果阮妈妈无到一点钟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要载我嘛较早来。”
所以有感情就讲，记下了有感情伊的痛苦。伊所有的痛苦，迄根本会使完全用医疗会当帮助伊减轻嘛？真正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感情的患者，我常常在看见有出侪感情的患者，有心理障碍，出侪痛苦。但是这个问题唔那是患者本身个家属，对。所以患者甲家属，咱也会当有搁较侪对这方面的了解。其实咱唔免对死亡惊呀。是啊，这是真好的建议。因为这种你唔免为着讲啊，我已经着癌嘛，我世界都不知道，我都安怎 可能咱那个有足侪人拢去看便宜，就像我妈妈讲我敢要去迄啊怎呢？去无来食草药啊，无做啥物民俗疗法，结果有足侪拢总伫迄个时阵来耽误时间。对，我相信每一个人，你那是会使，你爱伫普通时，你都爱有你固定的你的医生，还是讲定期的健康检查。我相信这个检查拢会当帮助你，搁较早个去找着。所以嘛，有一个我伫陪伴，因为伊嘛是安尼用用的人，去检查胃癌初期。哇、哦！伊到尾讲哈，零期就去检掉，迄胃癌吼，零期用去检查掉。对，迄是做无，但是伊经过几年，要八九年啊，人伊身躯即个过去检查，完全拢无。所以你看，早期的发现，真正就是早期的治疗。所以我想，互家属的建议就是讲，你要信任医疗，你唔好信任你家己，也唔好信任外面讲的吼、哦。你至少要听到医生的建议吼、哦，然后呢，咱。为咱的病人做一个最好的决定，这是阮和病人的建议。多谢大家，也多谢彭博士，多谢。